Hello，刚才出去看了一下，发现北京还是没有下雪，所以陪大家看雪的约定只能在下雪之后再完成了。不过没事儿，我还有一个想法，对，那就是来了，三、二、一。好的，开个玩笑。当然这也只是没有办法才想到这样的，对。那就之后等真正下雪了再带大家去看，好吧，大家赶紧睡觉吧。哦，也没有这么早，先自己安排自己的事情吧。拜拜，晚安。